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毁谤正法。第一愿是全部经文最核心的一段，48愿无比殊胜的一愿呢，就是这一愿。我们在念老其注里面可以看到，第18愿念老用心用的最多，注的最详细啊，这是稀有难逢，我们今天遇到了啊，请看记住右第18愿啊，这是右面的这个两行经文啊，生念必生愿，往生极乐世界不难了，临终生念必定得生啊，难实在是难信呐，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啊，念老继续跟我们说，热净宗古德，日本净土宗古来的祖师大德们，啊，较量铸金，较是比较，量是衡量。就是说无量寿经在一切经里面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分量啊，跟一切经比较，是于经中除这个经之外一切经里面的华严都真实啊，这个许多同学都知道，华严自古以来在中国无论是哪一个宗派祖师大德几乎都肯定华严是经中之王，那我早年跟方东北先生学哲学，老师最后一个单元跟我讲的是佛经哲学啊，我都非常惊讶啊，佛经是宗教怎么是哲学啊，那个时候年轻确实不晓得啊，他给我介绍佛法，佛法一切经里面也是特别为我介绍华严啊，还告诉我学华严一定要依清凉的俗抄啊，离长者的合论啊，我是非常认真学习不少年，也讲过两次啊，两次都没讲完，第一次大概讲了将近一半啊，不到一半，还差一些。那第二次讲呢，大概是四分之一吧，啊，五分之一，讲到十诸品。第二次讲的详细，用的时间长，啊，你看，五分之一的经文。我讲了4000多个小时啊，很多人听到非常欢喜啊，
我在58岁，对吧？85岁，把它停下来。为什么？年龄太大了。那怕经讲不完。如果照我以前这个进度去讲，我估计全经讲完需要2万小时。谁有这个耐心的听？啊，所以我当时很感慨的跟听众们说，啊，这4000多个小时，一堂课没缺的，就是我一个人。啊，其他的人通通都有缺课的，不容易啊。啊，2万个小时还是略说，啊，不是真正详细啊。啊，这个经真的是其味无穷。啊，当我真正明白了，没有怀疑了，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我把大华严放下了，我讲中本，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啊，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啊，这三部经境界内容完全相同，啊，说的华严讲的详细，啊，无量寿经是华严经的结要，阿弥陀经是华严经的略述，啊，大乘经界的略述，便于朝暮持诵，这三部经内容完全相同，只是详略有别。啊，我们要知道。啊，所以古人古大德，无论是中国外国的，都认为华严最真实。若与此经相较，跟这部经比较呢，那这一部经是真实，把华严比下去了。啊，诸位就知道我为什么把华严放弃，专学无量寿经？啊，晚年其他通通放下了，啊，不再过问了。就是这一部经，这一部注解，这一句佛号。啊，我的目标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做阿弥陀佛的弟子，我们就心愿满足了。啊，那么这比出来了，这个经才真正是世尊49年所说的第一经。啊，第一经，佛在世多次宣讲。这很特别啊！释迦牟尼佛讲经没有重复讲第二遍的，唯独这部经至少是3次以上啊！为什么要多常说多说常说？但是这个经利益太大了啊，无与伦比的利益啊，经文，诸位这些年跟我们在一起学习，啊，我讲经文，往年讲过10遍，啊，参考资料完全是依李炳南老居士《无量寿经》没出。啊，是以那个讲的。那么85岁以后，我是以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讲的，这是第4回，就是第4遍。越讲越欢喜，越讲信心越足，越想念心越坚固。不会动摇了，
万缘放下，啊，一心专求西方净土。啊，那么这部经这底下说的又本经诸大愿，诸大愿就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在这一愿跟这一愿比较，其他的四十七愿跟这一愿比较，这此愿最为真实，这两行经文真实当中的真实，没有比这个再真实的了。这多么可贵呀！盖表此愿乃真实中的真实也，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啊，换句话说，世法佛法没有比这一法更真实的。经里面讲智心信要啊，这个智心，至诚之心，至极之心啊，佛法修学你有多大的成就，完全看你用的是什么心啊。我们如果真诚到基础叫至诚，真诚到极处也叫做至极啊。换一句话说，至诚至极的心来修学这个法门，你就会得到最圆满的成就。像经文后面所说的二十四品、二十五品，三杯往生，往生的真因，完全在这个真诚到基础。为什么你能成就？因为你本来是佛。啊，人用心用到真诚到基础，就是佛心。就成佛了，道理在此地，不是随便说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